掌声再次送给卡地亚品牌挚友 Jackson 王嘉尔。谢谢我们 dancer， 谢谢嘉尔，太燃了 ，That was smoking hot，really、有什么想跟现场的粉丝朋友说的？哦、oh, ，我很感恩我来到这里 ，and I'm happy。我希望大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喝一点果汁 ，but 我希望大家开心 ，enjoy the night。哎，可不可以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刚刚所表演的两首歌曲，先深呼吸，全都是汗。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刚那两首歌。对，第一首歌叫对，那咱们中国人说 everything is right 就是对，就是不管做任何东西，只要我们相信我们热爱的就是对的。来，第二首歌是 leave me loving you， 是让我爱你。有些时候你不跟对方说你爱他，他不知道你真的爱，所以就是 leave me loving you， let me tell you， 我告诉你我很爱你、没错。那今晚呢是我们的 Clash da Gatier 双面魅力的派对之夜，嘉尔觉得刚刚表演的这两首歌跟我们的主题双面魅力之间的连接是什么？我觉得 Clash 的一个态度是就好像我刚才在红毯 like red carpet 的时候说过，其实一件事你在不同角度去看的时候，它还是它，只不过可能它的功能或者某种层面的东西不一样了，但是这个东西还是这个东西。没错没错，其实你刚刚讲的就像是我们手上的 Clash， 它的每一个角度其实代表了很多面，我就像我们每个人都有双面，对不对？好的，掌声再次送给 Jackson， 我们带来精彩的演出，谢谢 Jackson， 谢谢Jackson。